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同大家介绍嘅疗剂 opium 吓阿片。咁阿片嗰个疗剂个主要关键嘅症状咧，就系佢嗰个感觉嘅器官咧系麻木晒嘅，佢功能咧就好缓慢吓，完全冇痛感，个人咧就可以话瘫痪，系即系冇咗知觉嘅。好啦。咁主要嘅關鍵嘅症狀咧，就係嗰個神經系統咧，就好似麻木曬啦，個人好温温頓頓啦，完全冇痛嘅感覺啦，任何冇活動啦，呆呆滯滯啦，係差唔多可以話咧係部分或者全部係癱瘓嘅。好啦，另外一個緊要嘅症狀咧，就係佢幾乎咧所有嗰啲毛病咧，佢冇痛嘅感覺，即係冇乜話訴苦嚇，冇乜要求。佢可以话处喺一个呆呆滞滞嘅状态嘅，瞓觉都系好似系温温顿顿吓，瞓唔醒嗰啲咁样嘅。好啦，身体所有嘅器官咧都系唔多喐动吓，呆滞。譬如个肠系冇乜活动，咁啊导致严重嘅顽固嘅便秘。膀胱又冇乜活动，导致咧系尿咧系滞留。咁條脷嗰個尿咧，係都唔感覺到個膀胱話滿嘅。好啦，子宮又係冇乜活動嘅嚇，導致到咧冇曬經期嘅功能。仲有個子宮咧喺嗰個臨盆嗰陣時候咧，係突然之間停頓咗嘅嚇，即係嗰種嗰個臨盆嗰陣時候咧，31周嗰時咧，嗰種痛咧係突然之間咧令到嗰個生仔的过程咧停顿了，就即刻进入了一个休克的昏迷的那个状态。好啦，肛门亦都系冇晒活动啦，咁导致咧系大便咧、粪便咧系走出走入，即系吞吞出出嚟吞吞啊，即系走唔出嚟嘅。小肠又系呆滞，所以基本上咧，你点样泻药都好咧，都冇乜作用噶啦。膀胱亦都冇力將嗰啲尿排出嚟 ，OK？ 咁雖然咧
膀胱都滿曬㗎啦，但啲冇力個個尿咧都係逗留喺度嘅，有時喺嗰個生咗臨盆生咗之後啊出現嘅情況，咁一定要用啲導管嘅嚇尿個導尿管嘅，所以基本上咧個人咧就係可以處喺一個完全冇乜感覺啊冇乜感覺嘅狀態啊，你去掹佢頭髮又好，搣佢搣佢個皮膚啊，或者淋凍水啊之類之類咧，係完全冇乜嘅。咁通常呢個情況咧，好多時候咧係同中風之後有關嘅。咁所以呢個嘅療劑，嗰、那個阿片嘅療劑咧，通常咧係應用喺一啲人咧係因為受驚恐、驚嚇、嬲怒或者係羞辱啊，或者咧係突然之間嘅喜，即係嗰個、那個喜樂嚇、出現。或者咧，係因為受咗碳灰啊個煙啊，即係燒炭嗰啲煙，令到個人咧係進入昏迷，或者咧係太陽啊過度嘅太陽嘅暴曬之下啊，或者係嗰、那個仲有係嗰個鉛毒嚇。咁呢啲好多時候咧都係，亦都係可能因為中風之後啊。咁、那個人咧走入個昏迷狀態，咁好典型嘅中風嗰個昏迷咧，就會出現一種呼吸嚇睡眠嘅呼吸咧係好大聲嘅。OK， 咁我哋叫做係一種好特別嘅呼吸聲音。咁、那個嗰、那個瞳孔咧就係收窄，面咧係青青黃黃咁樣樣啦，係青青紫紫青青咁樣樣。咁嗰、那個呼吸咧就係、是、比較慢嗰種響亮嗰啲聲，同埋咧係不規則，眼咧就係拎拎啊，面咧就浮浮紅紅腫腫，咁尿咧就滯留屙唔到咁樣。咁所以呢啲好多情況咧嚇，呢、種咁樣嘅情況就係同嗰個中風之後昏迷嘅狀態啊。咁呢個療劑可以應用喺呢度嘅。咁亦都好情況咧，係出現咧，就是、因為呢個病人咧係某個階段咧係受到驚啊，受驚嚴重嘅驚嚇，咁佢就進入呢個狀態係走唔出嚟嘅。好啦，咁其他症狀你會睇到咧，就譬如佢瞓覺嗰陣時候咧，佢就不斷咁搣嗰啲床單啊，個手掹個床單，或者咧個頭咧就好熱，四肢就凍，咁汗咧係熱啊，熱得嚟咧。但入面咧係乾嘅嚇，嗰啲熱汗嘅，咁啊瞳孔收窄啦，隻眼光係好似玻璃嘅眼珠令令嘅，就唔多喐啦，隻眼咧就半開嚇，咁同埋咧眼球咧就向上嘅，面咧就係浮浮腫腫紅紅熱熱，咁又唔會講嘢，冇曬聲音，咁脷咧就可能癱瘓咗嚇，講嘢有問題。咁甚至乎咧，係個口水有啲帶血，咁胃嗰度咧就係冇乜痛，但系咧就有啲頑強嗰啲潰瘍喺度，或者咧就係好口渴啊，但成身咧即係腫，即係浮腫、水腫咁樣。腸咧可能係內疊疊埋落嚟，導致咧係腸塞啊，跟住咧就係嗰個攪痛啊。咁嗰、那個食物咧就係反搓出嚟，咁出現咧我哋叫做糞便、嘔吐糞便咁樣，咁可以話咧係腸咧就癱瘓咗嘅。咁呼吸咧就係、是出現咧就係瞓覺入睡嗰陣時咧突然之間停止呼吸嘅。OK， 咁要個病人要喐下佢，咁先要繼續呼吸嘅。咁呼吸聲音咧基本上咧都係好大聲啦，係唔均勻嘅呼吸啦。咁咳咧就有一種加埋嗰、那個呼吸困難，個面都青青咁樣，咁飲啲水就好少少嘅。好啦，四肢方面咧，佢感覺咧好似下肢咧就好似俾人切咗嘅，好似係唔係屬於自己，係屬於其他人嘅，麻木啊、軟弱啊，同埋咧係無痛感嘅癱瘓。手嗰方面咧，四肢嘅手咧一隻或者某一隻一邊嘅手咧要喐動咧係抽搐地嘅左右嚟到擺動嘅。咁睡眠嗰陣時候可能會出現咗嗰個發羊吊咁樣，咁通常咧都係睡眠咧好深沉，聲音呼吸聲音好大，面紅紅，眼咧就半開，個皮膚咧就係好多熱汗，
咁法網咧係多方面嘅驚恐夢啊、疑夢啊，發現有啲骷髏頭啊，或者由高處跌落嚟啊咁樣樣啊，或者法網咧去嗰啲去遠遊啊，啊或者好多意外嘅夢啊，咁呢個就係一個鴉片嚇呢個症狀。咁我相信咧，可能啲鴉片吸鴉片嘅人咧，長期吸鴉片咧，可能進入呢個狀態就係呢啲咁嘅狀態嚇，無痛嘅癱瘓，呆呆滯滯。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的。好啦，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